Yo, welcome to my blog. 我是 MC Simon 西门。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带大家看看活动主持人的幕后准备工作有哪一些。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关于活动策划嘛，对不对？活动策划是不是像大家想象这样子，像打杂的一样包刷包害，做到完啊？如果你还没有看上一支影片的话呢，欢迎去点开来看，关注一下啊。然后这集内容呢，就是跟大家讲关于活动主持人的幕后工作啦。活动主持人并不单单只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活动当天拿起麦克风啊，讲讲话啊，刷刷嘴皮子啊，搞搞气氛啊，其实这些当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在幕后的准备工作。每次活动在我们定案之后呢，就要跟客户讨论，就要跟客户开会，然后呢去了解整个活动上面所需要的注意的一些细节啦、内容啦，包括像VIP 的名单啊，出席的来宾有哪一些，贵宾有哪一些，我们的服装穿搭是怎么样的，主持风格是往哪一个方向去，这些都非常重要。好了，快到活动的这个现场了，等下再给大家看一下关于今天活动的一些精彩的画面，我们一起看下去，别走开哦。想到这么早，这么多人已经来到现场了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在哪里。我们控制躲在后面。负责我们音响灯光的 Jasper 阿关，我有在吃饭啊！你们可怜哦，躲在后面哦。没有饭，吃罗迪吧。等，这个是什么？罗迪加奈啊？罗迪不是，我们加奈都给不起。有得肉嘞，阿瓜的有得肉嘞。得肉了，我吃高松吗？巨蛇吗？哇，老板吃高松，阿瓜吃得肉，瓜你好意思啊？都是打工的。好，我们去看看这个午饭的地方，在隔壁，在准备当中，我们的食物。认真的吃，很不好意思一下，整个房间，别人在另外一边吃，我跟罗拉在这边吃，你看罗拉，然后很不好意思，是我们两个有椅子坐，另外的你看啊，你自己看，你 VIP 待遇，还有我们的节目策划人，你看啊，各位，哇，你这个 pose 好看嘞，默默，爬在墙壁吃的。边玩边省边赚钱，我是主持人 MC Simon 西门。Good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afe and air. My name is Laura 萧萧婉婷。Today's MC。是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在现场呢为大家主持我们爱听双城的开幕庆典，这是我们的荣幸了啊。Yes, it's our pleasure.
我们看到我们爱拼商城呢，在2022年8月29日成立，是在马来西亚合法注册的电子商务企业。And y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P Shopping Central Hub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in Malaysia on August 29, 2022. It's a new e-commerce enterprise.我们的企业呢，以尊重品牌和消费者为原则，采用线上线下还有趣味性一体的经营理念，打造一个优质有趣的购物平台。And yes, the company i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brands and consumers, integrates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offline.Online and fun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and fun shopping platform environment. 即将正式开始今天我们爱拼趣味商城的开幕庆典。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officiate the grand opening of iPin Shopping. And now, let us together count down to 3, 2, 1. 请将手放在我们的 iPhone 上面，有请我们的贵宾。启动我们的水晶球，热情掌声鼓励各位，关注我们爱拼新增大吉，开业兴旺。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IP Shopping, the prosperous abundance come together with all the IP users.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IP 以及华帝商学院成为共同的战略合作伙伴，互相绑定引流。祝愿他们强强联手，宏图大展，再创高峰。Yes, thank you so much and congratulations, IP Shopping and Brilliant Training Institute, and thank you so much to all these friends who witnessed this momentous moment.我是主持人MC Simon西门 and I'm Laura 肖婉婷。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我们有缘再见。Thank you， 谢谢，拜拜，谢谢。哇，终于结束了，开心嘞！关公了啊！其实做主持最开心就关公的时刻了。那其实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这样你觉得跟我搭档 OK 吗 ？OK 啊，不错啊，而且我都可以跟着你的 flow 去走，你主导。配合你，你主导我是 OK 的。在组织上面，如果有一个搭档的话，有一个好的搭档，他是一个分担。如果你遇到一个猪队友的搭档，他是一个负担。定义猪队友，猪队友就是猪队友了啊！有机会再交流一下。你大哥嘛，所以我就跟着你的 flow， 我就可以好好的往上冲。所以今天整体的感觉还不错、还不错，大家的气氛都很好。是是，然后客户也满意了。对，没错。我们的那个制作人萌萌也满意。最重要是每次 event 完了，他们这样 good job。对对对，这个是最直接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对，我们觉得哎呀，又完成了一场，没有白做这样。不是像 event 完了我们默默走掉那种，还是要硬硬去跟他讲，我的表现怎样？主动来给赞的，就是最好。其实拍这支影片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主持人的幕后工作是很多的。对，很多人觉得看到我们就是在台上，拿着麦讲话，好像讲讲话就可以了。这样子的，通常你会做怎样的准备工作？通常事前就是大概了解流程先嘛，然后最重要是那个名字不能念错，对对，然后流程不能错，流程中间要怎么穿插，就不要再想想。但一个人主持跟两个人主持还是有一点区别。对，当然有不一样，因为一个人完全是自己主导，就算有状况的话，你懂怎么样去掰回来。对，但是你有搭档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对方是不是能够接得到啊？如果说其中一方有出错、有状况，那应该怎样去 cover？ 所以这个就要回到默契。对，所以一定要多几次的配合。是是，因为有默契在，其实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说对方需要什么东西。最怕是那种眨了几十次眼睛，然后对方都没有反应到。可以举例一下吗？谁？你讲谁？那个我下次再讲。谢谢毛毛哥的这个工作机会。等一下，更正。Whatever solution， 更正，不可以叫哥。你是叫我老啊？我叫弟。尊重老人家。我们是兄弟。OK OK， 这样我们今天表现可以吗 ？Best。是我 best 还是 Laura best？ 我们大家都 best。OK 了。因为没有 best 就不会有 the best。
说客户是满意的，对吗？满意，肯定。好，谢谢，谢谢。OK， 谢谢我们帅帅的 Jasper， 谢谢你。要 Sound and Light， 要 LED Screen 可以找他。八幻，感恩麻婆的好朋友，好 brother。我今天我们是集合了麻婆、八堵、新山啊，都是安娜九号啊，九号人。Yeah，Thank you Jasper。All right，Thank you。欢。又终于结束了，下班，下了通告是最开心的事情，换了衣服，然后呢，准备先卸妆，然后再去吃晚餐，这样子，开心啊，今天活动顺利进行，其实活动不管大厂小厂，官方的也好，正式的也好，轻松的也好，像今天是一个商业的开幕活动嘛，啊，最重要的是老板开心，客户开心，我们的这个主办方，我们的活动策划人满意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啊，真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啊，所以好不好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别人给你的评价，希望还可以继续的加油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活动主持的这个内容啊，可能你喜欢我的台风，可能你喜欢我的说话方式，可能你喜欢我的主持风格啊，也欢迎你，如果说想找主持人的话，觉得我适合你的话，无论是婚宴或者是任何的商业活动，都欢迎你可以直接的来 DM 我，跟我这个联系。好了，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再透过节目跟大家讲解关于想成为主持人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一些条件，还有主持人应该做哪一些的功课啊，或者是做哪一些的工作准备。我想有机会的话，再透过一些短视频，可能在一分钟、两分钟之内把每一个不同的步骤、不同的一些重点呢，跟大家做分享。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啊，主持人幕后的一些准备工作嘛啊，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看了影片之后的感想，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我的频道、点赞还有分享，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